来把木魂银。对面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螃蟹，螃蟹不好办呢。谢谢，包，这个叫包木温啊！谢谢包木温的飞机。全军出击！感谢奥梅西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麦盒蛋的甜甜的两个飞机呀，大家有大气，快点送点大气，我们差点大气，赶紧，还有40秒开奖了啊，送点大，差三个大气我们可以完成这轮超级粉丝团挑战任务，谢谢广瑶陈冠希两个飞机，来不及了，快点来个大气就可以了，我为了让他回来，还30秒啊，我们前期就别想着杀他了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多整点墓碑，让终结来得更晚一些吧，某人可以凝视坟墓很久，抠一下，挖下去，出来吧，小蓝林汉！我挖了个坑，是为你准备的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岛屿会记住的。坟墓就是家。一下，起来。然后站着。框。虽然框它没什么用，但我还是想框它一下。下边再框啊。他这玩意儿呢，那个机关枪挺克我那小鬼啊，我发现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这波我们整四个鬼儿啊，整四个鬼儿干他一波。一 Q 起来，框住，点，哇，这玩意儿太克我了，我那小蓝莲汉一下就没了。天哪，我那个墙也一下就没了。哇，好克我这个东西。我慌，这波我必定找你干，小伙子，这波我必定干你。一下，抽一下，这波不用交闪现啊，我们有意。我的炮车，给我打他，小蓝莲汉，我依你一下，来了包女儿，不好杀呀包女儿，溜了，即使是修道士也需要面包和水，要不要先来个皮海呢？我决定这把先来个布甲海，跑得快。
我们可以出个布甲骸，然后呢，我们韧性可以达到现在19%，满层应该是30%，相当于我们免费给了一个水银骸。给我起来！哎，男女单配，干活不累。我给你个扁铲。完了，给你个野框住，快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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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话听见没？即使风雨也需要歇息。回来我给你加点血，听见没？他们在惨叫不已，跟我走来，听话啊。为什么会有这种音乐？这好吓人呢、哦！对于进化这片土地所付出的代价而言，我们的灵魂只是九牛一毛。给我生点儿子，漂亮。别我遇到你啊，小伙子，我们复个 W 如何？一下框住，快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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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话啊，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，这可不行啊，这可不行，跟我去打红的都。堕落景象就会结束。要儿子不要女儿，不是啊，那小鬼明显就是男公的呀，我一瞅那小鬼就都是公的，没有母的，只有一个母的，就是这个。来说生命宛如瞬间，怎么回事？对我来说生命就是沼泽。我依你一下框住，上小蓝里汉致命点燃，吸！我给你个鞭铲。我们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。迷雾来找你了，萦绕于你的不洁印记。拆塔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呀，血真少，算了，一会儿再招一个吧。框住！被降法者在反抗宿命。我给你个扁铲。依你一下，起来，小蓝烈汉。不会控制吗？控制个屁控制！怎么控制？破败的王者。现在不能控制了。这刚才掘墓人是不是说破败的王啊？岛屿会记住的。
哎，杰夫怎么没叫我呢？给我干来，我马上到。哎，你给你个扁铲。上路小兰林汉正在推，你跟我过来干啥呀？你去推线儿去啊。你被炒鱿鱼了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我们继续前行，散播他们的残骸。我的道路是一个轮回，我的工作逆子逆子，先推一波啊，这波推完我们回家，回家之后我们就无敌了，不可能有人能打得过我。怎么这还能跟我回家呢？这还先来个小反甲吧。嗯，先整个小反甲。是一场多么甜美的梦。现在小反甲呀，便宜。嗯，比较便宜。我的天哪，我们家包女儿啥也没买，就买了这么一个玩意儿了，是吧？此人可听不见。不管你如何喊叫，别让我遇着你啊！别让我遇着你，还敢，你还敢让我遇着你？给我起飞！给我杀！我致命点燃！你女婿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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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这个跟我！我必须挖下去！我。这还会走位呢，这哎呀，赵信，你信哥这一波应该是够呛了。他们这就是你，拆中塔吧，把中塔拆了，我这拆塔老快了，直接拆没一波五层塔皮。赶紧多招点儿子啊，然后我们这边塔就能拆得快点，快跟我走，快跟我走啊，快跟我走。什么地狱能糟糕的过，别死了，这掘墓人也太难受了，这大招不死的话，哎呀，我觉得掘墓人的大吧应该加强一下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他这个死了以后啊，不能说死了以后，就是招出来以后就应该进入西地了，嗯，然后死的时候算一下还有多长时间西地，然后多少秒再能招。out 不能控制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让控制这玩意儿，他就只是跟我走。我打哪个他打哪个，回家吧，这钟声敲响，我就立刻，这回家吧，这回家吧，回家吧，没血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没血了。对，跟安妮儿一样行，赶紧回家回点血，我们来一个板甲，画地为牢，命悬于最细之线。灵魂在哪儿漂泊，我就前往哪里。
没人管，这波我可上高地了啊！高地我来了。这波绝对是上高地了，即使有人管也没用。就像这，像那螃蟹管我都没用，我直接把螃蟹杀了。怎么的，螃蟹致命点炎，给我吸！我给你个嘴巴子！快点拆！哎呀，快点，老婆要没了。没有人吗？这？啊，人呢？没事，快走，先走一波，不上了，别在那吸了，快点回来！你能不能给我那个加个血呀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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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血了，没血了，快跑！螃蟹追你来了。哎呀，我操了，我日你哥呀！这个部落将吞噬一切。真烦人呐，拉克斯。拉克斯，可真是挺烦人呐。60秒，70秒一个吧。前往他们的终点，无论终点在何方。没事，我们还能招一个。三级大招有3000多血，就不怕死了。或者这大招自己能回血，像小菊似的。下路咱就不去了啊！这波拉克斯我估计要来，就你呀、啊，刚才啊，这仇不报实在是不行，复仇！开大招！拆塔，别的不要管，我们只要一个字儿，拆！一下，给我上去咬拉克斯！拉克斯下的反向扣，闪现一个扁铲！先跟我走。框住，踢一下。这样吧，我猜一路，你猜一路，啊？离婚，你在这里待着吧。他们曾经称这些岛屿为部落群岛，他们我们一人猜一路，没了。个人能力不行，
手之灵魂们在一直哀鸣不已。个人能力是不行的，离了我就完了。玩掘墓人需要达成一个成就，就是得把对面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防御塔全部拆没。拿下。